招牌转音华丽进阶，李玟暌违22年再度献唱经典动画《花木兰》主题曲。对于片中花木兰作为一个有勇气忠于自己的女儿、女性与战士，45岁的李玟唱来掌握更加精准自信。那一句是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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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会缺氧，然后会有点头晕。这一次是重新编曲。那自己因为也经历过一些挑战跟磨练，都让我的感情会更加的浓厚。第一次主唱自己，当时的李玟只有23岁，音质一样洪亮，但听得出咬字比较洋腔。网友说，两个版本听完感觉就像女孩长大了。我想要呈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更有勇气的声音。真人版《花木兰》电影引用当年动画版主题曲，导演尼奇·卡罗表示自己就是动画版的粉丝，在片中也有许多向原作致意的配乐巧思，希望带给看过动画版本的观众一些惊喜。The story is epic and emotional. Ancestors, please protect her. That emotional connection to her actors is Nikki's forte. Nikki will push to the fine details of what she's looking for and take it to a very real place. Nikki is an actress director. She's really about the performance, and that's what's most precious on screen.花木兰代父从军奋勇杀敌，这个华人世界众所皆知的传奇故事，由迪士尼再次将它搬上大荧幕。只是女主角个人的政治表态引发争议，让电影上映的票房表现备受考验。记者张曼和乃强综合报道。